29日 ，MP 魔幻力量六人在台大开唱，热力四射，一开场就引来歌迷尖叫不断。在这么嗨的演唱会上，超级火爆的射手舞当然不会缺席，台下歌迷也是尽情嗨跳。宅男女神安心亚爆乳站台，不仅性感爆棚吸人眼球，更与 MP 主唱嘎嘎眉来眼去，台上放闪，恐怕让现场歌迷都不忍直视吧。师兄任贤齐也是倾力相挺，压轴登场。一上场不仅引得歌迷疯狂尖叫，更让主唱嘎嘎当场双膝发软，跪倒在地，以超大礼仪接待师兄。小齐也很是给力，一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再次掀起高潮。这首歌唱完的粉丝们，经小编鉴定，已经到适婚年纪了。